哇，宵夜今日。係啊，好似話會打風啊嘛。哦。OK， 好。好，今日 interview 係咪？係啊，我哋個 YouTube channel 都好耐冇乜起色啦。好、啊。不如我哋請個小編翻嚟。好啊。幫人搞搞佢啦。好啊 ，OK 啊。但我想唔想咧？得一個。得一個。是啊， okay. 但我們可以開始之前，不如先談談我們對他有什麼要求先啦。OK， 哦，要求很基本的啫。啊哈。哈佛大學畢業，雙碩士學位，基本的，基本的。同埋就是一定要有出鏡的經驗咯。係啊，我唔係講緊 YouTube 嗰啲喎，即係一定要係大電視台啊，出過曬鏡啊，跟住又好似即係啲主播嗰種，係啦，要嗰種咯。要好識澳洲咯，我哋唔使 train 佢啊，即係任何嘢全部識曬咁樣。係咯係咯，但係即係唔使好靚嘅，唔使好靚，當時主播可能呢度先啦，睇咗先啦，係啊，好好，叫佢入嚟先啦，好 ，OK， 好，喂，可以嗌 wing 入嚟啦，清楚，係咯，好，咁我哋直入正題啦，三個字形容自己，唔再諗，即刻答，平靚正，之前有冇去過澳洲啊？有啊，知唔知澳洲嘅首都喺邊度咧？呢、這個我知道，悉尼。悉尼，嗯。之前有冇玩過 YouTube 咧？冇。咁不如你講下點解我哋要請你啊？平靚正。你有冇上過電視台拍嘢啊？真係主播，真係 show 出嚟嗰啲喎。近排 Amber Heard 輸單官司，你知唔知啊？咁你知唔知我中意飲咖啡？唔知道，我近排就有啲 show， 咁啊，你睇下，你覺得短啲好啊，定長啲好啊？應該好睇啲啊。OK， 得，我哋今日要問嘅問題都問得差唔多噶啦，咁啊，唔該曬你先，咁不如你出面等一陣消息啊。我覺得佢冇得咯，佢唔識澳洲喎，而且你要嗰啲女朋友要求都 fulfill 唔到喎。唔係幾好啊？唔識澳洲咪 train 佢咯。幾好，可以 train。係啊 ，OK 啊，唔錯 ，train 佢。請佢。係。OK。你係 Wing 啊嘛？嗯。你第一 round 嘅 interview 已經過咗啦，而家有第二個任務俾你，你可以打開嗰個信封睇下。挑戰一。請找出圖片中的人，跟他們用信封內的問題玩快問快答，每條問題要在五秒鐘內作答，即是找這些人。沒錯，現在交支麥給你。現在去找。我想問你是不是他來的？Hello， 你好，因為我收到個任務，咁樣咧，我就要同你玩一個快問快答嘅。OK， 你而家得唔得閒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Perth 同香港嘅時差差幾多鐘？冇時差。零三個鐘。Tasmania 喺澳洲邊一個方向？南邊。南邊。Tasmania 喺北邊。南邊。澳洲聖誕節是冬天定夏天？夏天，冬天。澳洲聖誕節啊，冬天。夏天。澳洲人多定係袋鼠多？人多。哇，鼠多。人多。袋鼠。澳洲國徽上面兩種動物是咩動物？Emu 同埋袋鼠。袋鼠同鼠熊。Kangaroo and emu。你會揀1500尺的 house 定係2000尺嘅 apartment？ 2000尺嘅 apartment。2000尺嘅 apartment 個 house。1500尺嘅 house。澳洲樓你會揀坐南向北定坐北向南？坐南向北。坐南向北。坐南向北。坐南向北啊，向北嘅。你想要海景啊，定係成個市中心嘅景？市中心景。海景。海景。海景。車房定係花園二揀一？車房，花園，花園咯，花園。最中意澳洲三樣嘢：牛扒、咖啡、
牛奶。天氣。天氣啦。肥婆。海灘。醉酒佬。環境啦。動物咯。個新鮮嘅食材。同埋蛋糕。去市中心你會揀搭車定係揸車？搭車。都係揸車。搭車。行路。Melbourne 定係 Brisbane？ Melbourne。Brisbane。Melbourne。Melbourne。唔准揀三大城市 Melbourne、Brisbane 同埋 Sydney， 唔准揀，你會揀住邊度？Perth。Melbourne。唔准揀咯，唔准揀三大城市。唔准揀。係啦，你會揀住邊度？揀住 Tasmania。Adelaide。唔准揀咁Sydney 啊？唔准揀 Melbourne、Brisbane 同埋 Sydney。咁我留翻香港。越南可定係點心？點心。點心。越南可。越南可。啤酒定係咖啡？咖啡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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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同澳洲一種動物一齊生活，你會揀邊種？我會揀可能樹熊。樹熊。嗰只野生狗啊。人。去澳洲 working holiday， 你會去扎士多啤梨定係去龍蝦工廠分龍蝦？扎士多啤梨。龍蝦工廠。去食龍蝦。扎士多啤梨，因為我試過。雷神定係狼人？狼人啊。Hugh Jackman。我揀 Nicole Kidman。OK， 咁 Hugh Jackman 定係何國榮？Hugh Jackman。好人定系何国荣？喺咩情况先？何国荣咁都系狼人啦。Kit Kat 定系 Tim Tam？ Tim Tam。Ti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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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am。烤鳄鱼肉定系袋鼠肉干？哦，两个都唔中意喎。袋鼠肉干。鳄鱼肉补身啲，两样都未食过。你宁愿揸车撞到袋鼠，定系俾袋鼠撞？阿浩姐被袋鼠撞，寧願被袋鼠撞到我，好似我撞人好啲喎，揸車撞到袋鼠。